美丽的阿勒保雷亚，生活着和谐。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你终于睡醒了。穿戴第一件获取。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哟，小妞，你这个项链不错呀。我的项链。点击攻击按钮，发动攻击。错呀！谢谢，还好有你。你好。点击任务目标进行寻路。这些家伙不知道从哪里买。点击按钮，开启自动战斗功能。发现两个漏网的。你们没事吧？援军很快就到，你们先去那边搜寻幸存的镇民。这里也有敌人。居然能击败我手下的祭司。当心！让他跑了，祭司长纳罗费雷。那个方向可能是坎贝尔农庄，快追上去。那个女
元首，这些家伙可真难缠。不是让你先跑。使用闪避可快速移动位置，躲避攻击。当白条消失后 ，BOSS 会。只剩这几个人。你在那边吗？快过来，我们刚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。那个冲过去的卡斯塔尼克人是……算了，听我说。为了应对纳罗佩里的血魔法，联盟军里有几位血魔法专家。点击成旗按钮，可以骑上坐骑。那个人看起来处于劣势，快清理掉这些拦路的德法军，我们得赶紧去帮助他。重要的已经到手了。可怕的爆炸！我让布莱恩去里面休息了，他受了很重的伤。你还好吗？你醒了，幸好你们都没出什么大事。我是游侠部队的指挥。和你一起过去。棘手的家伙，空气中的血腥味更浓了。不然我们杀死血魔兽的同时，也打。
这里曾是巴哈勒的祭坛，到处都是岩浆，小心脚下。看父神呐，请赐予力量，让熔岩沸腾，融化大地。你们的鲜血变成我的力量。拉坎父神，接受我。我们列阵于此，见证一位勇士的加入。他将成为反击入侵者的尖刀。现在有一件棘手的事情，需要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刚。我在格林。怎么样？教训那群强。止步。你是谁？是英辉找来的帮手。妖怪滚出！你们不要使用暴力。
开系统菜单。点击打开技能系统，点击选择专精跃迁，点击选择一个技能，点击升级按钮。你可总算来了，这帮好望港的烂人。是。Thank you.